我这次是认真来工作的，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，也不用觉得尴尬。而且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徐院士看到这句到底什么反应？哎，没加这句还好，一加上显得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。那会儿该怎么跟他打招呼？老大说让你接电话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喂，不是说不喜欢了？怎么不敢来？小妹妹，这个男人离过婚的，还带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而且这都快三十了，还住在这个筒子楼里面。真的，他没有钱的。什么鬼？徐院士离过婚，七八岁小孩，那不是他弟弟吗？不过，也不是没人把亲生儿子伪装成弟弟，为了好找下一任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？找我有事？关心一下同事嘛。你有这么好心？我不是好心。我是善良。什么？重新认识一下呀，我的本名叫向善良。哦，那你也可以叫向日葵。那是我哥。你都不知道，初中那会儿因为网购被骗了200块钱，我哥就发誓说要帮我找神秘人追回那200块钱，然后他就被人骗了2000块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我说过了，在高中的时候。举起你们的酒杯，祝我们技术部跟销售部都合作愉快。耶，加油！干杯！不开车不喝酒。哎，真扫兴。肖云呢？哦，有事。算了吧，我看你是根本就不好意思叫人家。昨晚玩很晚吗？嗯。你当我这个组长是死的？我不管你们组的人怎么疯，不要带上我的人。哎，小公主发火了。你不是早就知道她不好对付吗？那你对付吗？梁总，您是否可以亲自出面谈一下经济下单？为一个外人，我不值得去。不过，燕石，你如果不是外人，原来星恒要他的呀。你比徐燕石聪明多了。你说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咱们黄总挺通情达理的。这小嘴真会说。您跟我说说，怎么就能看出来我达理呀？通情啊，他不行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哪儿不行啊？他哪儿都不行，徐院士就是个窝囊废。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。我跟黄启明说好了，只要我们在3天内找到符合他要求的芯片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有这个时间不妨先想想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又想劝我辞职是不是？老大，向组长真是你同学啊？嗯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他家里条件怎么样呀？他连200块钱都要跟高冷借，对吧？200块，这么穷。下班别着急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不是，这就是嘛，还要嘴硬什么？说要是公司那些人发现了，会不会打小报告啊？咱俩这小命不会都不保了吧？公司里人都嘴杂，注意点。谢谢啦。怎么了？他想干嘛？啊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！每天这么躲着他们，跟偷情似的。偷情可比这累多了。
感情阁下你有经验啊。我听他们说林英都给你看过电影吧。叶莺莺还说我跟他好了，你信吗？那他们倒没有聊这么深入的。真的呀？妹子，你单身呢？你要给我介绍人吗？也不是不行啊，我身边也不是没有那种又帅又有钱的。有比他帅的吗？难，但肯定比他有钱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。今天小豪过生日，朋友买蛋糕买多了，给你尝一下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不要单独上人家家里去。啊，徐悦，你一个备胎怎么能提正牌男友的要求呢？你难道我也这英俊到让你有危机感了？那你试试。苏章，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，我说呢，这一天天人见不着的，考勤记录倒挺强乎。本来想找向组长的，没想到碰到这事儿。这徐彦石平时就是这么纵着你们技术部的？是我胖还是英英胖？胖只是一个横向标准，没什么意义。要比的话，应该比你们每颗脂肪的燃烧速度才对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灯片。烧骨灰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我李岩子。糟糕！哎，不是，怎么着，小岩子？看见你李哥怎么还绕道呢？徐彦石吧，我记得你。我们还有事儿，今天不跟你聊了，走了。是忙着遛弯啊，还是忙着谈恋爱啊？换个位置。啊！大家都知道当年钟林崇拜徐彦石啊。徐彦石，好久不见。你别在这儿了，你回去看着徐彦石，到时候他就让你跑走了。他是个茶，那么好跑。可钟林是洞庭的老碧螺春了，能跑走他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我去。徐彦石，前面掉包了，捡吗？哎，换人了，向源上来了。哎哎，那咱这把赌点什么吧？向源，这把你们要是输了，晚上结束之后咱俩看电影去。啊？行，输了陪你看电影。真的？兄弟们听见了吗？你们给点力呀！啊！我的天哪！你们猜我在 K 城直播间看见谁了？我在卡尔玛直播间居然看到我们组长了！啊？他打游戏吗？怎么会跟电竞大神混在一起啊？哇，看不出来啊，袁姐跟卡尔玛关系这么好。你在看直播？你在给谁发消息？男朋友。媛姐有男朋友吗？嗯。哎，圆圆，那个有个叫徐彦石的，你得注意一下啊。他和陈山的关系不一般。向源？哎，真的是你啊！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陈山，你妈妈以前的学生。陈山姐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徐彦石那小子没刁难你吧？啊，他要是敢为难你，你跟我说，我替你出气。陈山姐，你跟徐彦石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喜欢一个人的眼神，太明显。那你看我现在看你的眼神是喜欢呢，还是不喜欢？记忆深邃，坠在心海里徘徊，那为
光落在思念中沉睡。瞎了？今天穿得这么帅，真的是没有认出来，对不起啊，可能刚才是有一点点瞎。那你让我看一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扮哎。让我再看一下，哇哦！哎，你跟圆妹妹到底怎么样了？十拿九稳，跑不了的。哎，就这张照片，在东河传的还是挺广的。我还打听了一下，感觉有不少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。爷爷不是只让你去查人家背景吗？你查这么多八卦干嘛？骗子。改不动方案了，给你看个东西。你做的？网上早就有了。天狼星。旁边的星星好像是没有它亮哎，那还有，哎，宋副总，陆江干什么？袁姐，我弄死他！组长，老大，肖组长他晕倒了，我来吧。夏大壮，